1. 我是一个学生。 I am a student. 我是一个学生。 桌子上有一本书。 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桌子上有一本书。 一点。 A little, a bit. 一点。 我懂一点德语。 I know a little German. 我懂一点德语。 我只有一点钱。 I only have a little money. 我只有一点钱。 七。 7. 七。 一个星期有七天。 A week has 7 days. 一个星期有七天。 他的爷爷快70岁了。 His grandpa is almost 70. 他的爷爷快70岁了。 3. 3. 3. 6除以2得3。 6 divided by 2 is equal to 3. 6除以2得3。 5加3的总和是8。 The sum of 5 plus 3 is 8. 5加3的总和是8。 上。 On, upper. 上。 我这就上路。 I am on the road. 我这就上路。 桌子上有一本书。 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桌子上有一本书。 上午。 Morning. 上午。 我明天上午来。 I will come tomorrow morning. 我明天上午来。 她上午在学校。 She is at school in this morning. 她上午在学校。 下。 Lower, under, later. 下。 她在一棵树下坐着。 She is sitting under a tree. 她在一棵树下坐着。 他跑下楼梯。 He ran down the stairs. 他跑下楼梯。下午。 Afternoon. 下午。我今天下午不去学校了。 I will not go to school this afternoon. 我今天下午不去学校了。下午我要学习。 I want to study in the afternoon. 下午我要学习。下雨。Rain. 下雨。好像要下雨了。Looks like it is going to rain. 好像要下雨了。明天会下雨。It will rain tomorrow. 明天会下雨。不。No. 不。 不用麻烦了。Do not bother. 不用麻烦了。它不是手表。It is not a watch. 它不是手表。不客气。You are welcome. 不客气。谢谢,不客气。Thank you, you are welcome. 谢谢,不客气。 不客气,再见。You are welcome, goodbye. 不客气,再见。东西。Thing. 东西。我去买东西。I am going to buy things. 我去买东西。我买了很多东西。I bought a lot of things. 我买了很多东西。 个 classifier for people or objects. 个 他是一个高大的男孩。 He is a tall boy. 他是一个高大的男孩。我有两个姐姐。
I have two sisters. 我有两个姐姐。中午。Noon. 中午。我中午通常只吃点心。I usually only eat snacks at noon. 我中午通常只吃点心。我中午加满油的。I fill up at noon. 我中午加满油的。中国。China. 中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China is a developing country.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是中国人。I am Chinese. 我是中国人。九。Nine. 九。我上九点至五点的班。I go to the class from 9 to 5. 我上九点至五点的班。妈妈买了九个水果。Mom bought 9 fruits. 妈妈买了九个水果。书。Book. 书。把这本书给她。Give her this book. 把这本书给她。这本书很有趣。This book is very interesting. 这本书很有趣。买。Buy. 买。我昨天买了好几本书。I bought several books yesterday. 我昨天买了好几本书。人们正排队买票。People are waiting in line to buy tickets. 人们正排队买票。了。Completed action marker. 了。电话响了。The phone is ringing. 电话响了。我确实得走了。I really have to go. 我确实得走了。二。Two. 二。这二人一见钟情。The two fell in love at first sight. 这二人一见钟情。今年是2020年。This year is 2020. 今年是2020年。五。Five. 五。我的表慢五分钟。My watch is 5 minutes slow. 我的表慢五分钟。今天星期五。Today is Friday. 今天星期五。些。Some, few, several. 些。我买了些苹果。I bought some apples. 我买了些苹果。这些药对你有好处。These medicines are good for you. 这些药对你有好处。人。People. 人。我家里没有人。No one in my home. 我家里没有人。这里的人很多。There are many people here. 这里的人很多。什么 ?What? 什么？你的名字是什么 ?What is your name? 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在说什么 ?What are you saying? 你在说什么？今天。Today. 今天。我今天的心情不好。I am in a bad mood today. 我今天的心情不好。今天早晨我醒得很迟。I woke up very late this morning. 今天早晨我醒得很迟。他。He. 他。他年近四十。He is almost 40.
他年近40。 他正在开会。 He is in a meeting. 他正在开会。 会。 Can, be able to. 会。 一切都会好的。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一切都会好的。 你会习惯的。 You will get used to it. 你会习惯的。 住。 Life, stay, reside. 住。 我住在伦敦。 I live in London. 我住在伦敦。 我在中国住了2年。 I lived in China for 2 years. 我在中国住了2年。 你。 You. 你。 你干得很好。 You did a good job. 你干得很好。 很高兴认识你。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 做。 Do, make, produce. 做。 我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我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他告诉我怎样做这事。 She told me how to do it. 他告诉我怎样做这事。 一。 我是一个学生。 我是一个学生。 桌子上有一本书。 桌子上有一本书。 一点儿，一点儿。我懂一点德语。我懂一点德语。我只有一点钱。我只有一点钱。七，七。一个星期有7天。一个星期有7天。 他的爷爷快70岁了。他的爷爷快70岁了。三，三，6除以2得3。6除以2得3。5加3的总和是8。5加3的总和是8。上，上。 我这就上路。桌子上有一本书。上午。我明天上午来。他上午在学校。 下。下。他在一棵树下坐着。他在一棵树下坐着。他跑下楼梯。他跑下楼梯。下午。下午。我今天下午不去学校了。我今天下午不去学校了。 下午我要学习。下雨。下雨。好像要下雨了。好像要下雨了。明天会下雨。明天会下雨。不。不用麻烦了。 不用麻烦了。他不是手表。他不是手表。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不客气。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不客气，再见。东西，东西。我去买东西，我去买东西。我买了很多东西，我买了很多东西。个，个。他是一个高大的男孩，他是一个高大的男孩。我有两个姐姐，我有两个姐姐。中午，中午。我中午通常只吃点心，我中午通常只吃点心。我中午加满油的，我中午加满油的。中国，中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九，九。我上九点至五点的班，我上九点至五点的班。妈妈买了九个水果，妈妈买了九个水果。书，书。把这本书给他，把这本书给他。这本书很有趣，这本书很有趣。买，买。我昨天买了好几本书，我昨天买了好几本书。人们正排队买票，人们正排队买票。了，了。电话响了，电话响了。我确实得走了，我确实得走了。二，二。这二人一见钟情，这二人一见钟情。今年是2020年，今年是2020年。五，五。我的表慢五分钟，我的表慢五分钟。今天星期五，今天星期五。歇，歇。我买了些苹果，我买了些苹果。这些药对你有好处，这些药对你有好处。人，人。我家里没有人，我家里没有人。这里的人很多，这里的人很多。什么？什么？你的名字是什么？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今天，今天。我今天的心情不好，我今天的心情不好。今天早晨我醒得很迟，今天早晨我醒得很迟。他，他，他年近四十，他年近四十。他正在开会，他正在开会。会，会。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你会习惯的，你会习惯的。住，住。我住在伦敦，
我住在伦敦。你干得很好。很高兴认识你。 做。我有一大堆工作要做。他告诉我怎样做这事。